我以为你是忙到眼镜脱下来没得戴，还是今天压根忘记戴？对，我今天是个主播同台的。丢在男朋友家了。出门这么赶，对不对？二七要餐具吗？好哦。还是还没进。先给客人，先给客人，先不用理我们，先给客人。一直叫，叫不停。他接不起来。我好多台。一次带双机。你在网络吗？在。刚有连的，我有开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他暴走了。你先炸壳好了，我试试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等下点开，好。重开机啊！你有什么？可是你要不要先等你那边确认再说？山东起司可乐饼，还好啊。小东西，但是等你们那边用好吧。别的店家我都会说我给他看，你们店家我不要。店内手机没网路，有，很烂，坏了。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我觉得是，可是他电池真的不好。这样子，你这样看不到，你还要嘟墨镜。对，那我今天不用那个点餐什么的。今天不做。那你就是妈的，我回到墨镜，大家傻眼了，我自己也很傻眼。我说，哎呀，我到捷运上才想到，我要看一看算了，好麻烦，不回来了。啊，你没有带营业啊？来不及啊，我早上是要快迟到。哦。最后十分钟才点。我还以为你身上随身携带会带一两个营业。太夸张啦！你要再等一下。没关系啊。飞走了。喷了。没关系。啊，那个你们怎么处理啊？丢掉。走。啊，手机 OK 了吗？有接到吼。很扯。哎、欸，最近超多八加九哎，他们只要看到就是跳单，然后就很生气。
现在跳的很正常。哎、欸，靠背啊，他是连叫都不叫人啊。声音被关掉了吗？他该不李鲁不该不是把它关掉？来，我按来，你戴着手套怎么按呢？可以可以，我可以。你可以？确定？你确定？滑？你确定？你用着你戴手套的那一只手。可以，他会加个大姐。嗯。先把钱分一下。哇，上新闻嘞！谁谁？啊，真假的？你们也送哦？不是啊，他说就是有人就是钱没有汇啊。哦，还在这样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每天汇啊。那、啊、他没有汇款，还发薪水给他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说明有些人就是这样。有些人发薪水不能汇。然后这个也很扯，有人去。去拜拜外送的人，然后用手撕一去过火，真的很希望可以送一点。对，真的很可爱啊。看起来可以，可是没会考也太北南了。没有啊，这做人嘛。我觉得是你们最近太多新人的素质。一定是啊。然后这些人就跟我发脾气，说为什么他单还没有进，怪我咯。我就直接把他怪我咯。真的，真的，这种就是怼他就对了，而且店家也可以投诉他们啊。可以啊，可以投诉啊，就投诉啊，不用客气啊。真的，就不用多客气啊。可是我觉得你催店家任何事情，你靠要他们没意义啊。你靠要我，我还是弄不出来给你。啊，就是要。又不是说靠要我就可以弄得出来的事情。真的。哎，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跑，我渴了，你弄。看，不会被锁在一起。好了，先走了，待会儿见。天水路32号十一楼是吗？所以我要从重庆北。Whichever.
欸，真的很难。更贵啊！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还在贷款。对。你好，32号11楼之2。嗯。麻烦。上家。姓许。刘马。麻烦你啊。哦，是谁？你好，一九，谢谢，小心哦。这么快。你想拜拜。哎呀，哎呀，大部分的人都认识，不认识的话，
就去去。要折回来了，对。我相信了。